好，那我今天还也有带 CD 来卖哈，然后你两张都有带，还是三张？有两张，两张啊，我没有三张，我两张而已，我忘记了，对不起哈。要找一下东西。好，然后那个可以买，给我签名。可以合照，跟你聊聊天啊、哦，好不好？CD 很不好卖哈、哦，这个现在这个时代哈、哦，好啦，没有啊，不要理我哈、哦。好，那我再来这首歌，就是我第二张专辑的名字，叫做《我的高中同学》，然后是在讲那种很久不见面的高中同学，其实很多事情都改变了，但是我觉得友情还是。很重要，就是，怎么讲？就是有时候你不见得能帮你朋友解决什么事情，一些你没办法解决的事情，但是陪他玩，或是跟他做一些坏事，我觉得都是一种友情的表现，好，都是有帮助的。好，我的高中同学。